冬天冷了，毛孩分量也增加了。不冰呢，现在外面都零下了。太冷了。太冷了，太凉了。多多，水瓶拿来。冷了，孩子们冷不冷？多多，多多，去，多多，捡回来，多多。对吧？你是不冷啊？走走走，多多，结冰了，零下了，小曼。抓紧，大家捐好心人捐赠的旧衣服、旧被子、门帘、产暖机都用上了吗？这两天太冷了。是，你都那产暖机还没安稳，先安上了一些，穿上了一些。哎呀，真冷了。这都今都是大家捐的新被子，感谢大家。都是。看孩子们多喜欢在床单上。这是产暖机，热不热乎？挺热。白天没开，白天不冷，晚上开，白天的温度还可以。看看门帘都支上了，里面应该都配备一个产暖机。哎，孩子们，床舒不舒服？被子？哎，这个床被咬塌了呀。挺暖和，这小家伙。这个屋狗少点。毛孩们喜欢在床上待着。看这屋呢，你也被整地下了，怎么还？挺暖和。挺暖和的屋里。这满嘴都是孩子。好吃吗？你试试吧，宝贝。这满鼻都是，哎呦，这沙里了，太冷了，孩子们，这都是。冻的是冻的碎。扒那里面肉呢，没啥肉，宝宝啊，吃吧。
大姐，现在天气冷了，都零下多少度了？今天是昨天零下九度。零下九度了。这两天是初点。嗯，这毛孩在过冬，我看拆暖机，棉被，大家都居然上暖。没，都冬天了，我都点了。啊，你还需要什么呀？现在还是大量需要一些棉被，因为随时都有替换。主要是粮食，每个月的玉米片吧也愁上，天冷了，孩子得就是吃的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捐点狗粮啊，玉米片什么的，缺吃还是很缺的。美国的小姐姐给小摊子买的狗粮，吃吧，孩儿啊，给你买的粮，宝宝。吃的给你买的宝宝，让别人吃上了，特别好，我特别爱吃。对，给他们，给他。